你要御魂。倘若义君尚能念当初与我一番情谊，便请将御魂借给我。先起来吧。我还以为你是来寻仇的。战场之上，本就不分对错。更何况。 现在天族与异族情同手足，你又是天君钦点的异君，司音自然不敢寻仇，只想借御魂一用。这御魂虽是我异族的圣物，但除了可以保住逝去者的身体永不腐坏之外，其实也没什么用处。上仙拿去。 莫非是为了墨渊上神吧？我自有我的用途。即便你不愿告诉我借一魂的用途，但以本君与上仙的交情，也应当借上仙一用。奈何宫中一场大变，这御魂也消失了一段日子，实在对不住上仙。丢了。 不错，为何会丢了？方才已对上仙说过，连先王和皇兄都不知所踪，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御魂。多谢义君高知。 上仙，上仙远道而来，何不歇歇再走？如此，倒显得我大紫明宫招待不周。上仙此番来，可是寻着御魂的。前日君上将他赐给我，让我熨贴熨贴身上的伤痕。秦苍的这顿鞭子可不轻啊，我到现在。 干什么？这就是你丢的东西。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来到大紫明宫遇见你离境。你们夫妻俩。 真是狼心狗肺，般配的很。我司音从此与你大紫明宫不共戴天。阿英，君上。阿英，君上，滚开！告诉我。 到底想干什么？是君上骗他在先，说御魂丢了，我也只不过是替君上加了把火罢了。我与他之间的事情，何时用你插手？你与他的事，可他从未把你当回事。当初你在昆仑虚山下。 听着司音时时惦念他的师父墨渊，你嫉妒的恨不得杀了墨渊。可司音从未看上过你，他是天族的人，所以你与我欢好，这些我都很清楚。可。
我可以和你清楚，但心里从未有你，你知道吗？别说了。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今日肯来对你低头，也都是为了墨渊。这些你都很清楚。 你不肯将玉魂给他，不就是因为你嫉妒吗？你嫉妒的发疯发狂，不是吗？别说了，我也嫉妒，嫉妒的发疯。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，你却从未看重过我。今日居然为了他如此对我。 可我给了你以后的位置，这还不够吗？从大婚之日，你就没有碰过我。有以后的位置又如何？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又如何？都抵不过你我在昆仑虚山下短短的几日。 自带师父离开昆仑虚整整7万年，我从未踏出过清秋半步。听说师兄们都回了各自的部族，昔日群仙朝拜的昆仑虚，早就成了无人圣地。天族和异族也重修旧好。渐渐的，战神墨渊和义军秦苍的名字，都被掩埋在了昆仑虚无尽的落叶和弱水河的泥沙中。
师父放心，十七就算拼尽性命，也会将他再度封印，不负师恩。